哇，这个兰博基尼哦！我不会甜言蜜语，却像那些渣男一样藏着锡纸糖。我只会高歌一曲，希望你能理解我，别和我一起唱。哎，我知道这个世上真的感情并不多，就像那首歌说的一样，你征服了我，你还一笑而过。所以现在我先做个自我介绍。Thank you， 谢谢。哇，素质好高，太棒了！再看，这就是澳洲的骑行环境啊！汽车还先挡你道，给你让道，真的有些当地人还在抱怨，为什么汽车都不给我让道呢？然后我就跟他们说，你可以换一个国家骑，你世界任何一个其他国家你试试。我不知道法国或者是欧洲那些国家，但是我敢确定一点，在澳洲肯定会有人给你让路，但不是所有人啊，会有一些素质很高很高的人给你让路啊，你就很幸福了，我非常知足了。大家看啊，哎呀，这骑行环境是吧？哇 ，SYM 的这是三百万。哦，大踏板 SYM。 凯旋，雅马哈 XMAX， 哇，漂亮，300cc， 这是最新出的。哇，哎呀，这是大踏板，兄弟们，这是中型踏板，这是中型的，这不是大踏板，这是中型踏板。哇，漂亮，哈哈。哇，春风150NK， 大家喜欢的国产品牌春风。哇，150NK。啊，春风。CF model， 我说呢，一个声小，一个好像挺慢。但从后边看啊，就我对这个就是国产品牌不太懂，但是从后边看真的不错，挺帅的，那种骑行姿势挺帅的啊，挺棒的一款这个 Nike bike。又来了，150NK 哥，拜拜。Cool。
拜拜。倒车了。前面等会儿他。高酷。现在12度，穿单个裤子，然后腿还那么露着，改了一个排气，把消音器拔了，23护具也不穿，哎，真是有钱买摩托，没钱买护具。车挺好，车挺好，改的也不错，它那个排气好像是没名的排气。说的一样，你征服了我，你还一笑而过，所以现在我先做个自我介绍。